花小剧场公主聊天记，香香公主，欢迎来我的乡村度假别墅做客。应该是我谢谢花花公主的盛情邀约才对啊，这里的景色真的太漂亮了。当初就因为这里景色宜人，空气新鲜，于是我的爹地豪掷千金将它买下，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。香香公主若是喜欢，咱们以后可以过来这里举行派对哦。太棒了，我的父亲也在阿尔卑斯山为我建造了一幢度假别墅，就是为了方便我冬天去滑雪的时候居住。如果花花公主也喜欢滑雪，我很高兴邀请你去做客。谢谢香香公主，我很高兴与您一同前往。爹地为了方便我出行，昨天刚刚给我订购了一架狮熊飞机。下个月法国巴黎有一场时装发布会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坐着我的飞机去看秀，然后再去阿尔卑斯滑雪，你看如何啊？乐意至极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出去玩了，真的是好期待这次的旅行啊，我深信这将会是一段美妙快乐的时光。哦对了，这是我的狮熊厨师谭爷爷亲自为你做的饭团，它可不是普通的饭团哦。谭爷爷选用的食材是西伯利亚鲟鱼的鱼子，味道鲜美，入口即化。香香公主，你尝尝看。我听说这种鱼子酱极其的珍贵，谢谢花花公主的盛情款待，谭爷爷的厨艺很棒，我非常的喜欢，请代我向谭爷爷表达最最真挚的感谢。哪里哪里，这在我们家不过就是普通的饭菜而已了。哦对了，我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说你的表哥刚从法国留学回来，我可以邀请他一起去滑雪吗？就是不知道这个要求会不会唐突啊。我也正有此意，还有刚从漂亮国回来的小奇迹，他滑雪的水平一级棒哦，到时候让他俩做咱们的护花使者，你看可好？太开心了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个月的到来了，能够认识花花公主你，我简直太幸运了，因为通过你我又认识了那么多的朋友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，谢谢花花公主。能够结识香香公主我也很快乐，毕竟你我都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在水晶球里的千金名媛，出个门都是十几个保镖围在左右，想结识朋友真的是天方夜谭啊。说的是啊，就连出门购物不论走到哪里都要清场，外熊根本无法靠近，更别说结交朋友了，每天的生活只能和自己的珠宝首饰玩耍，真的是太无趣了。我太感同身受了，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把钻石一颗颗的扔进湖里打水漂玩。哎，有谁懂咱俩的心情啊？来吧香香公主，咱俩同为天涯千金熊，一起走一个，干杯干杯。